别唱了，家人。你俩不准唱了。我俩不能唱了，怕他们仨打我俩，是不是？对。与你们仨无关。他衣服没问题啊，谁关注我们的衣服有问题啊？他说是。啊，我先唱好不好，我们跟他们先音乐大声。慢慢就戒掉了他，先戒掉你老板。慢慢就习惯孤单，你像啥呀？慢慢就变得冷漠，哼，慢慢就与你们仨都没关。哎呀哎呀呀，慢慢就忘记了你，忘就忘吧。慢慢就不再想念，反正你天天打我。慢慢就接受分离，慢慢就与你无关。哎呦，踩我鞋！慢慢就原谅自己。嘿，你给我出唱。慢慢就一刀两断，我不。慢慢就放过自己。给我出唱，我不。慢慢就与你无关。下次再来一桌，不来，打死你。就习惯有你，慢慢就习惯有他。服装，慢慢就变得冷漠，慢慢就习惯小巴，慢慢就忘记谈撒。唐三是谁啊？慢慢就谈撒吃瓜，慢慢就接受分离，慢慢就与你们无关。拜拜，抢回来。慢慢就原谅自己，慢慢就一刀两断。不就比我瘦点，比我腿长嘛？慢慢那要怎么？那就比你腿长。我就不喜欢瘦，不喜欢瘦的吧？慢慢就与你个的人都是骨头，我不喜欢骨头。骨头，靠边！你是疯子！走开，骨头！不喜欢你还在这待着。慢慢就接受分离。你真的是。慢慢就与你无关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太瘦了，太瘦，太瘦，没意思，胖，没有肉质感。就他，就我胖，就我有肉，但是主要是这种感觉。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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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我们不满意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知道吗？俺们家彤彤就喜欢这一款，瘦又怎么样？现在变成俺们家彤彤了。说那话，我叫八彤，他叫小八，我的粉丝团叫八王府，他叫八郡主。你看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吧？我们俩对不对？八王府与八郡主，是不是？那。哎，咱说实话，你说缘分在这儿了，没有办法。最开始直播的时候，我叫八宝粥，人他也叫八宝粥，在一起了。缘分，我俩都改了，没办法。人缘分，八王府与八郡主，你说吧。创始我们俩的爱情就开始了。你在说啥？我一句也听不清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来唱，他们俩听不懂我。我们来唱《掌心之中》。彤彤，学会了，不准唱，你走开。不准你唱《掌心之中》，送大家。干啥呢？你怎么走了呢？等会儿。不喜欢我们三儿吗？啊，喜欢我们三儿多好看呢、啊！对呀、啊，叭叭叭叭，那嘴，那嘴叭叭叭叭，吵死了！我得找一个跟我就是说嘴型相同的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与你一路同行？不会。我能不能得到你的恩宠？成不了。你喜欢我彤彤、哎哎哎？我行吗？我也做过花一样的梦，渴望有人爱。我家人搁这呢啊，唱歌离我远点。我家人搁这看着我呢啊。别碰我，别碰我，别说话。你上。我也有过太多的冲击，害怕错过与你相逢。神气，聚焦的目光，等你在眼中，就是注视你的女人。我。白费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与你日久同行？我只能捧吧。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？
字来形容。你会不会碰我在伤心之中，让我与你一路同行。我能不能得到你的恩宠，陪你到老，你弄我弄。推你呀！哎，你们不要上来了，我俩还想唱。咱们俩跳，哼！上把主播，看吧，家人们。我也做过花一样的梦，渴望有人爱有人懂。我疼你宝宝。翻越这人海一万人之中，等待与你一见钟情。我也有过太多的憧憬，害怕错过与你相逢。来了个老巫婆，聚焦的目光等你在眼中，转身出现你的颜容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感受你的不同。不同，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，请用一个字来形容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与你一路同行。人又不能得到你的恩宠，何么打扰你弄我弄。没办法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感受你的不同。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，请用一个字来形容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与你一路同行。就捧你。我能不能得到你的恩宠，上那边的我怕他打我，陪到你到你弄我。底薪，把他俩拆散，把他俩拆散，不分配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哎，他们俩自己跟我配，我唱说跟我不跟咱不般配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的是，就你们配，哎就不跟你仨配。嗯，唱的挺好，家人们给他们仨点点关注来，来咱们左上方，这位是我们的老板。没有关注我们老板的左上方，咱们给我们老板一起点点关注。不要你喊，生气了。不要你喊，嗯，生气了。哦、哎呀妈，好可怕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好吓人呀！真的好像一个巫婆呀你啊！谁呀？她像个巫婆。她不巫婆。你看她那个笑的像，好坏哟、哦！白骨精。我就被她的笑声所沉迷，没办法。他不笑的我也可以这样笑。不对，你笑的不对，你给他笑一下。别这样跟我学。不对，这个笑的太不自然了，但好尴尬。给他两天关注，不给他两天。来，周组长再绑起，又省气。再绑起，我再绑起，绑十七，我再绑十七。来，我们没有给周组长点关注，我们再绑十七，给周组长点点关注。晚一点我们会开播，谢谢大家啊。我叫多多，我在榜十八号麦的位置，我是彩虹糖的新晋主播，目前还没有直播，大家给多多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大家不给他点，不给他点，我在榜十几是不是？不，榜十四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八，我在榜十四，大家喜欢小八的给榜十四的小八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榜十五的八筒，大家好，我叫八筒，我在榜十五号麦，大家喜欢我的榜十五的一号一起点点，谢谢大家。明天下午零点半，双八组合在舞台上直播。呀，啊，阿阳口子，我的天哪，你俩根本就唱不够，根本唱不完。明天两点半还直播呢？我俩下午两点半。啊，就在这个舞台上。在我这直播间。谁的号啊？我的号啊。不要去看。用你的舞台，用你的设备，用你的人员，在你的舞台上直播，就是不给你唱歌。明天把电给断了啊！啊，明天把电断了。收到，收到。这个啥回事儿？这两个人真是。明天周组长也去。我不，你再不去，公安还打你。你伤害了我，我不去。你伤害了我，哎呀，我主持来吧。啊，真的是来榜，再榜我们榜一的申哥，榜二副歌，榜三顾川哥，咱们一起点点关注。哎呀。这回真不要，那咱俩一起走，咱走吧，咱俩一起走。你来，
你又穿了什么鬼衣服？你这穿的，就这，来来来，你不是你怎么又不穿红衣服跟我们仨配呢？我以为我已经被。大哥，现在我们三个也被抛弃了，那我们四个抛弃的，气死了。我们四，那这样吧，我们三个，你来选个女主角。我也选一个女主角。你也选一个。我也可以选一个女主角。对，不让小花参加了。你我们四个唱首什么歌？就看天下有情人这样唱。咱们四个人唱一个。情火。哎，可以。准备好，情火来。Are you ready 男生和女生的版，你唱前面啊，准备好。一直提示，我们要必须这样穿衣服，家人们。啊，送了什么给我啊？一见面就送礼物。你们别选了，人家送礼物给我了。算了，这歌我也不用唱了，拜拜。要不我直接淘汰吧。你走吧。寂寞，天涯海角无情的漂泊，只为待和你擦肩过。想起昨日甜蜜的承诺，看着今天悲伤的结果，爱的世界没什么对错，原来我们都是过。你送给下一个人吧，我要戒指。你是爱情粉饰一团烈火，渣男熊熊燃烧在你我的心窝，轰轰烈烈烟花总会掉落，平平淡淡才是爱本色。原来爱情粉饰一团烈火，长长岁月深深把你铭刻，就算爱情给我无尽折磨，什么红宝石你陪我走过，戒指真好看。那你送他啥呀？这么大个钻，送什么给你啊？我这个大耶！他是银的，我是宝石；我是玉的，我是宝石。渣男！我这个沉。你演啥？有心了。沙发，你没有礼物啊！你看。我的心中有无限寂寞，天涯海角无尽的漂泊，只为待和你擦肩过。想起昨日甜蜜的承诺，看着今天悲伤的结果，爱的世界没什么规则。其实爱情本是一团烈火，还有啊，熊熊燃烧在你我的心窝，轰轰烈烈烟花总会掉落，平平淡淡才是爱本色。原来爱情本是一团烈火，长长岁月深深把你铭刻，就算爱情给我无尽折磨，依然谢谢你陪我走过。你唱。还有没有？其实爱情本是一团烈火，熊熊燃烧在你我的心窝，轰轰烈烈烟花总会掉落，平平淡淡才是爱本色。真好看。原来爱情本是一团烈火，珍珠项链，深深把你铭刻，就算爱情给我无尽折磨，依然谢谢你陪我走过。我要唱首歌，快唱首歌，我倾家荡产了，又是吹的，还不了了。掉的不能是贵的吧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快停了、哎！我跟你说，刚刚有好多人在说，哇，这个帅哥好大方，他在绑几呢？他一见面就送礼物，才绑几啊？这位帅哥啊！一首歌结束，基本上也是倾家荡产。陈宇在榜十八的位置啊，家人们，咱们这个喜欢陈宇的，陈宇是来自山西长治的一个21岁的小帅哥，02年的小帅哥。哎呦，小帅哥呢？自己说啊！我既然自己介绍，我就不拼。榜十几啊？
在榜十八的位置，喜欢陈宇的也请宇点点关注啦。OK， 那掉下去了就送给我吧。但是其实，咱们这个我要收回一下了啊。哦，不行啊，没人收回。这样的，你说出去了，没有，你还要收回去了。没收回，但是没收回。但是我现在今天是确实是准备了一个，我觉得刚刚给老板戴这个镯子有点大。不大，刚刚好。就是，我觉得有点大呀。不大，挺好，合适。我也觉得。你俩在榜几啊？你俩在榜几？榜十九的周自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00年的小美女，在榜十九，周自然给我们榜十九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多多掉榜了，抖音搜索多多点点关注。来吧，老板。都拿走吧。拿走了啊。拿走了，来，你俩点关注了吗？点了，多多再帮你。哎呀，上了吗？上了没有？多多，快点看一下。没有看到哦。哎呀，插不进啊。咱们两个来。来，榜十九的多多。大家好，我叫多多，我在榜十九号麦的位置，大家给多多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好的。哇，这么我这个。奈何我的手太大了，穿不进，家人们。来，家人们还没有给老板点关注的，我们左上角关注点一点。哎、你，原来你是富二代啊？哎，那他不是，他这个。来，他家做玉的啊，来，你不是要做卖货吧？准备。哎，不是要卖货吧？这宝石是真的不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跟你说，女生不能随便收人家礼物。来，不能随便收人家的礼物，来还给他，还给你，不能来插在你的大拇指上，我不能随便收别人的礼物，女生不能收啊，对不对？不能收，还给他。那、你的欠的那个呢？掉地上去了的。掉地上，待会我给他扫出来。不扫了，就放在舞台上吧。好吧，还给你。那是什么？这个是今天特带来的。干啥的呀？不能让我带出来再带回去吧，老板。你不会吧？你一定要送给我呀，不好吗？不好吧，我不好。没有了，这个玉石，它是一个就是辽宁的玉石，它不是一个特别贵的玉石，它是一个装饰。那表演的我不要了。哎，还表演的也是，还表演的玉石给我。表啊。还表演呢，你还是。不是表演，是我说的辽宁的玉石，它不是特别贵的玉石。便宜的更不行。好了，今天我是成功下班。我要笑死了，他怎么样都不行，贵的不行，便宜的不行。哎呀，天哪，笑死了。好的，一块钱一个，嗯。OK。我要笑死了。完了，现在搞得他好像难堪呢。不然你收下吧。哎，算了，待会儿下播了，你偷偷放我包里，行不？可以。行吗？好的，那给他，他点关注了吗？点了关注吗？这富二代点关注了吗？不是富二代，今天这个一下就明天给我爆炸新闻了。来给他来榜十七，在榜十七，陈宇在榜十七，然后陈宇每天下午6:30到8:30直播，喜欢陈宇的，喜欢看跳舞唱歌的，可以去关注一下陈宇和你下午的直播。OK， 9.9包邮啊哈。好。那个不是塑料的，是那是玉的，真的是玉石，我看了啊。来，你们在旁边休息一下，我看看他们走了以后，直播间会不会迅速掉人，会不会迅速掉人呢？啊，因为我好久没有跟你们唱抒情歌，我想跟你们唱首抒情歌。直播间，因为咱们一直在做直播内容嘛，啊，是吧？刚刚一直在做直播内容，也没有跟你们好好唱歌，就疯疯癫癫的啊。一做直播内容，咱就这样，这样。不然咱还是留着吧，我们所有人一起唱一首歌，明天给你们唱抒情歌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时间我们所有人一起来一首。几点钟啊？告诉我，9:30了吗？9:54，还有5分钟10点。都这么久，快点最后一首歌，一首什么歌？一首。哎呀，那爱吧，来爱，准备好一首啊。准备好最后一首歌时间，谢谢我们今天晚上所有陪伴的家人们。哎呀，仙女啊，来小八，榜十四的小八，下一位，榜十五的八筒。
不要往前走，没和灯。周子然，榜十八的周子然，榜十九的多多。榜十七的王晨宇，嗯，他俩今天最配，他跟谁配？你俩，我俩，我俩，来。哎，姐妹们一起给榜上的主播们点点关注，还没给老板点关注的一起给老板点点关注。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颗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青春做个伴。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喊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可以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赤足的蓝天，让我们很自由自在的领悟。One, two, three, go on. Hey. 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好的，行。我的画面被屏蔽了，拜拜。啊？屏蔽了。屏蔽停一下。现在恢复了，老板。恢复了。对，现在恢复了。恢复了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自己播吧。哎，我穿的什么衣服？哎，快解释。到底是谁的身材太好了？告诉我啊！老板，谁的身材太好？老板的身材肯定不是我，哎，肯定是因为我的肚子太大了。这提醒啊，又提醒，真的是。可能是我。好吧，就你、啊。今天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我都提醒了四次了，下播包括我往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明天下午两点半，我不用不要这个热度，我不要。大同啊，我也就打了你一下，你也没必要举报我吧？你也没必要这样吧？没必要举报我吧，小芳让我举报你的。我做错什么事情了？马桶，你这么说的话，你就有点不地道了。虽然说是我让你举报的，但是你也不能出卖我吧？太后了，以后你让我举报我就举报，我干这么听你的话呀？我呀，那你也听啊，你非得听干嘛？不在那，不在这，不在那，不跟你玩了，全脸。明天你们两点半去你的直播间吵吧，全脸给你，全脸啊！来，好的，那个咱就这样吧，不聊了，我好累啊。我真的这段时间其实我就没有休息过，真的哦，每天都在赶路。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我能播我尽量给大家多播播啊。然后明天的话我想一下，明天继续播一天，然后十号我们休息一天，十一号我可能又要去北京，十二号就要去那个黑龙江，所以我明天再播一天呢，我们十号就开始休息啊，好不好？休息两天，十三号我们在黑龙江饶河做户外啊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说一下，然后就咱们今天直播间，觉得大家觉得开心就好啊。我觉得我直播，咱们现在就一个目的，就让大家开心。我希望大家每个人看我不需要有压力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。对直播间，我以前对人气特别特别的焦虑啊，那人气上不去有啥气啊？我哪怕就算今天我真的只有一万人或者两万三万人，我觉得我也会好好的给大家唱好歌。你们感觉到我的进步了吗？感受到了吗？啊，老板真棒！是我真的是，就是人气高固然很开心，但是没有谁人气一直高的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。我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。我觉得就是最后能留下多少人愿意不离不弃的陪在我的直播间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啊，是不是？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觉得加油啊，好不好？我会努力的做啊，
努力的就是在制作创作更多的新内容给大家吧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没去北京，昨天因为那个飞机晚点了，我赶不上上课，我就没有去，我昨天就回长沙了啊。然后咱们就这样吧，生日快乐，来告诉我哪些生日快乐的宝宝。好困啊，我以为才九点多。生日快乐，来，我感谢一下榜上的咱们的申哥啊，还有富哥、顾川哥、长青哥，还有长青哥走了，还有假如姐、洋洋姐，烟云，杰子、三宝、梦哥，往下拉一点，那、梦哥，还有我们的姑姑啊，毅哥，毅，还有长青、小巴巴、同一念、星月、副总，拉长一点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昨天生日的夜神勇女四群的秒星，夜神勇女九群的千羽、千寻、宝宝行，今天生日的夜神勇女一群的萌姐，来，我们祝昨天还有今天生日的宝宝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，我们就先到这里了，明天7:30不见不散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谢谢现场的朋友们。